幻化成了一只灵猴。这只灵猴名叫孙悟空，孙悟空很聪明，学会了72变。一天，悟空闲来无事，到天宫旅游。快快快快出来了！刚刚天宫宴会吃太饱了，真是不舒服。小朋友，请勿暴饮暴食哦，别让自己不开心哟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好臭！啊！变态！你这没礼貌不好了，我教训教训你。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吧，拍一张照上传到 Facebook， 让我男朋友看看我教训你这只波猴。哇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！快点！百年后，由于人类愈发邪恶，大多数人类面临到生存的危机。此时，有位名为唐三藏的 S 级和尚。为了拯救人类，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。这趟西天取经之路虽然辛苦，但也造就了我完美的自己。我真是太完美了！哎，他在这边挡什么路啊？哎，这么大个，你自己没有看到，你怪我啊？这么大个，就塞回去嘛。回来啊，就是你啊，不要怀疑，回来。叫我啊？对啊。你有看到这五个吗？有啊。推开啊。推开好啊，可是推开之后你就要跟我去西天取经哦。好啊。再弄这个你给别人个漂亮，我只带你压下去。30倍。好。好了，走吧，你救我出来了，你可以滚了。好痛啊！听命于我，我就放你一马。那我们走吧，去取经喽 ，Let's go！ 第二步，火焰山。一路上，猪八戒、烧悟净先后加入了这一行人的行列。走，我小走大小走，走，走去火焰山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等一下即将抵达火焰山，想要通过火焰山的旅客请向牛魔王借取电风扇。走，我们享受了走去火焰山。火焰山终于到了，牛魔王的家在那里。我们去找他借电风扇吧。走吧。等一下，你们三个在这边等一下。三个长妖魔鬼怪呀，等一下吓到人家就不好了，他都不借我们了。快去！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唐三藏，我是 SD 和尚妖怪联军之西天取经小队的队长，我是来跟你借电风扇的。你可真有趣。唐三藏先生，你要借电风扇好是好啦，不过我们老牛在家呢，你要不要晚点再来啦？哎呀，牛夫人，
我是不是路过此地，对附近环境就不太熟悉？四个又是路痴，走远了怕会迷路，不如我们就在外面等吧。好吧，那您就在外面等吧。哎，拜拜。太好了，唐三藏哎，告诉你们哦，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，还可以养颜美容哎。哦，我这美丽的容颜。对了，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小猪猪。啊，是小三善呐、啊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告诉你哦，唐三藏来我家了。是哦，那又怎样呢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唐三藏的肉实在很好吃。今天晚上要不要来我家欢乐 barbecue？ 好啊，好啊。那就晚上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是蜘蛛精，人称小猪猪，你们可以叫我蜘蛛姐姐哦。耶！正在牛王家门口等待牛王归来的唐三藏师徒四人，因火焰山的火而等了汗流浃背。好热，好热！师傅啊，这个牛东西这么久都不回来，不如，反正我也快热死了，不如让我出去兜兜风，顺便找他吧。好啊。师兄，你也带我一起去吧，不然我都快变木乃伊了。搞心啊，你走了，谁保护这只蜘蛛啊？不是还有只猪吗？那也应该也可以吧？那只猪看起来能用吗？有八戒在那保护我，一定没事啦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也是怎么了？哟，帅哥，你就是唐三藏啊，真是白白嫩嫩的，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小妞不错哦，也白白嫩嫩的，看得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啊，抱歉，失礼失礼啊，姑娘请自重啊，帅哥。要不要跟我去我好姐妹家？里面有冷气，会凉快一点哦。啊，不用麻烦姑娘了，拜拜。师傅，你看你都已经中暑了，流鼻血了。我看你还是进去他们家坐一下，吹个冷气吧。啊，那就请姑娘带路吧。啊，你来来来来来。哎呀哎呀。哦，又是谁呢？哦，原来是小猪猪啊！对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坏人呢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阿弟来来来来来。这两位是？小珊珊，这是我在外面遇到的唐先生跟猪八戒，在外面看他们太热了，油脂都快蒸发掉了，所以才请他们进来的。还是小猪猪你想得周到呢。喵。耶。唐先生，我们就先来腌制酱料吧。朱先生，这边请。你不能吃啊。等一下。魔术师。等一下。你这吃人的妖怪，给我把我师傅给吃了吗？看我来跟你拼死战！小猪仔，你以为你一个人可以得了我们两个人吗？来吧，猜一句成语吧。第一题，厕所里有挂钟，猜一句成语。这还这么简单？那不就是厕所有钟？但是错的。
厕所里有挂钟，但是有始有终啊。顾问是怎样学的啊？嗨嗨，换人。你嘿耶！我说你要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数学不会那你就惨。三个小朋友吃三个饼要三分钟，九十个小朋友吃九十个饼要几分钟呢？嗯，是。嘿嘿，我来是猪八戒呢，你错了。来吧，交棒。耶耶，最后题。猪是怎么死的？猪是被杀死的，对，猪是被枪杀死的，对，猪是被砍死的，对，猪是被砍死的。你这只猪就是被笨死的。啊哈哈哈哈！哦不，这只猪要怎么办呢？那先来拍个照吧。好呀。耶耶。哈哈哈哈哈。唉，这猪猪要怎么办呢？当然不能烤来吃啊，太油腻了。我这身材会走样，对吧？会有鬼用。嗯，还是等我老公回来，请他把他丢出去吧。好啊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这个怪怪的叔叔来人家家里乱了，我就把他丢出去嘛。叔叔就交给我吧。哎，此时。孙悟空与沙悟净因为找不到牛魔王而回来，没想到却看到猪八戒昏倒在地上，两人赶紧上前查看。哎，哎，哎，哦，哎，哦，哎，师傅嘞？师傅被两个吃人的妖怪给抓走了，就保护个两分钟你也保护不了，干什么吃啊你？牛魔，踹够！蜘蛛精，你先上吧。好啊。我先上，剪刀布布，一二三四，海带啊海带，海带海带，海带海带，输了输了，老公，你竟然欺负我的姐妹，我跟你拼了！乌龟乌龟翘，哎，等一下啦，人家没补妆我。打人家，老婆，我来替你报仇了！好吧，我的唐三藏，小猪猪，三藏法师，不要了，来跟我们拿到电风扇，学习了火焰山的火候，顺利地通过了火焰山，继续他们拯救人类的取经之路。